美方大力推动印太战略，从地区有关国家强化军事同盟、推高地区军事对抗风险，个别地区国家的政客还极力鼓噪同美国实现核共享，在核武器问题上有意开历史倒车，严重冲击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的进程，毒化地区安全环境。